刚刚列车长，109年2月5号，也台北捷运淡水新线40站。16:24，我拍摄的是太阳北投的高音量系统，刚刚刚刚时间列车401。第三次又是 C3I 型高音量系统，刚刚过一次捷运列车，开往北投，在士林站士林切割站，等等，拜拜。